好，我们来开箱这个从日本空运来的东西，十对那个生活十分的重要。好，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就是这个，大家看到吗？合力他命椰子，日本空运限量来台。好，有在吃合力他命的下方留言。好，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。